现在在一个西岛非常出名的一个白色沙滩上，看，给大家看那个海。它是特别特别的蓝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手机像素拍不出那个效果，所以嗨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亲自到这边见识一下，你知道它那个海，纽约绝对见不到，绝对见不到，只有在这边才有，特别漂亮。好，让我的朋友入个镜。嘿嘿 ，Kate， 嘿，好的，他现在有点是缓神状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刚刚浮潜完回来，哦，天哪，太美了。好了，我不拍我自己了，有点害羞。我下一个拍一下景色吧。